哇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中戏大中府哎。有我哎、欸！哦，哇，欢迎他。我在这里。中心移住呀。最流行什么？壁咚。还有壁咚，还有不要。他有蚕宝宝的特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很节俭。你超爽了。我坐上去。你坐上啊。我不敢啦、啊。哦，看了。但礼拜五，俺们头九点，客家人有两趟。